参加实体崇拜前，需先上网预订座位，先到先得。您可以扫描预订座位的 QR code， 填写相关资料，那就预订成功了。进入祷告帐幕前，请先戴好口罩。排队等候入场时，请保持1公尺社交距离。请让同工检测您的体温，温度超过37.5度，建议回家参加线上崇拜。检测体温后，请使用手机扫描 Selanka 应用程序或填写个人资料。接着，请同工为您扫描检票。请使用消毒液洗手，这样您就可以进入大堂崇拜了。见面不握手，点头微笑增感情。座位与座位之间需保持1公尺距离，请勿移动座位。排队进入洗手间，依旧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。使用肥皂洗手，细菌病毒远离您。散会后，请按次序离开，不紧张也不怠慢。遵守 SOP， 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，安心崇拜。